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欢迎晚餐就正式开始了。哇哦！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大家吃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食堂最具特色的拌面。我们准备了30样食材，由我们3位新人来进行盲选，每个人从10个里面挑1样，最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拌面。这咋还有糖豆呢？面里还放糖豆呢？臭豆腐煮，腰花，蜂蜜，芥末，芥末这是浇头。这也不对呀、啊，这都榴莲，这是浇头，珍珠是浇头。3位新成员，谁第一个来进行选择？不是你先选吧，你先选吧，啊，我先选，你先选吧，你选，他们不舍得锤你，你对，我先选。哇哦！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他也没记住，他也没记住。来来来，开始吧。第一次的选择，准备。Round one。一号食材。酱油不要了吧？十勺，哎呦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太冲动了。10勺酱油啊，啊，多咸！8号食材，黄瓜丝可以，黄瓜丝。我要。一勺也要揍啊！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挺极端的，你就不能中间一点吗？为什么一勺也要揍我？8号食材，珍珠。这什么味儿啊？8号食材我。他听不见，啊，听不见啊！给我来。来8勺吧，珍珠，珍珠，7号食材，晨哥要疯了。我昨天晚上咬了我自己的舌头，咬了一个巨大的伤口。哎呦我去！一会儿如果真的是有芥末或者盐什么的，我可能会疼疯那种。7号食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4号食材，全到了。好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5号食材，2勺。OK。珍珠酱油煎蛋面，看看吧。Oh my god！ 酱油，你选了10勺，黄瓜丝你要1勺，然后煎蛋全放，鳝鱼还好，然后我们打了你是芥末。哦，天哪！哇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我天！